你的心法灵动是可造之材，可惜心思非顺境，需要严格教导。顺境如何？不顺境又如何？嗨！为什么要符合你的标准，才叫做顺境？你唔捌啊！我看你大概减我六岁，心着花虎，想必也是好人家子弟，怎会无人好好教育？教育，哈哈，想现正我，可想一名师傅，一名技师，一个大厨，还有一只，一只兔啊，兔啊，胡言乱语，到此为止了。回辞职，我先帮你付点心的钱，但你必须向头家道歉。用心做人。